广发期货香港至2011年成为新加坡交易所的会员，在此期间参与和见证了新交所的发展和壮大。新加坡交易所是亚洲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交易所，一直以来拥抱改革，不断创新。广发期货依托新交所的平台，为广大走出去的实体企业提供服务。未来我们期待和新加坡交易所有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合作，祝愿新加坡交易所的发展越来越好。 Live from CNBC Studio at the Singapore Exchange